蛮多把都处理的不好。哦，对，但是还需要时间练习。这边吃了三条之后，打出了二条。什么？哦，五饼要吃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刚刚他吃听。哦，因为刚刚翻出来那张是三饼，那再要五百了。什么时候翻出来？刚刚被谁弄倒了？谁弄倒了？刚刚谷被谁弄倒下一张？Good job！ 哇，就需要这种选手啊 ！Good job！ 不对吧？一个舞台的五百积分第一名的人在那边助攻，叫你啊！我就是一万跟四万。对对对，我就是看不懂他的，他的就是运气很好哦，他是运气派的。了解了。哇，姑姑的手牌依旧凶。好，四万什么啊？哎，一。那你这个想法我哎，就摸起来是五饼。好，这边姑姑选择眼睛把它定住了，吃了，难道又要打一万？哎呦喂啊！好，这个在这次的比赛是允许的，没有问题，只要你舍过不是这个一四万的牌，就可以再舍一四万。即使他没有摸牌，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详细的规章呢，大家也可以上官网哦，去看一下我们这次比赛的规则。什么操作？很猛，很猛，很猛，感觉是浩哥的操作。这个不换，好，这张一饼糊了。好，糊了。这个小尼一个糊牌，是糊到了一饼，糊的是一个一花一台，十分。目标拿到十分了，哇！那五分了，十分可以啊，第一名五次就拿到了，应该不太可能。他在的话，没有啦，有可能。对，我觉得大概七分啊，七分差不多。OK， 你们想要拿到七分就对了。What？ 哇，这个战哥这里好亏啊，刚才丢过七饼，又摸七饼，看来是一个选择上的失误啊。七饼，然后还有一把牌，起手牌很好，就是一碰钉，然后一下被钢肠之魔。该不会停牌了吧？欸，差点抽错张！哇，天哪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停牌了，三暗克。但是听的，但听得非常丑啊，听的是七饼啊，七饼海底三只，三哥手上抓了一只，零，持续打的话，非常有可能会抽庄啊，七饼 ，what？老许捡到了这张七饼啊，哇，是烫成不成人样的战哥放了一个轻中洞三暗克四台，哇，战哥真的囧啊！这个七饼在第一张打出去的时候就已经注定选错了，差一点，想说拼个拿个一分积分一分，真的差一点点，真的很可惜。哇，哎呦！老许一个杠上自摸红中，哇，超贵！红中四花杠上自摸红中四花，哇，摸到本花、四台，天哪！其实老许现在没有装，他还有两把的机会，如果都一摸的话，也搞不好应该是可以哦，可以哦！天哪，老许还有机会可以翻盘，而且弄一个不小心，若是老许这一把再摸一个四台啊！搞不好第一名都有机会，搞不好又要再拿两分啊！白皮有了，我好兴奋。我前面其实打得算蛮熟的，对，就想说感觉好像没什么机会，但至少不要被扣太多分啊，不要放枪，尽量保守一点，看有没有一把直接干翻他们。好，目前红中海底一张都没有线啊，两张八条碰牌。哇，这八条亏大啦！什么选择采用防御姿态？哇，太神了！真的是二万四条，老许听得碰碰胡啊！这个自摸直接游戏博弈。如果自摸的话，搞不好甚至能逆一耶！我靠，太神了！太神了！这个自摸神到不能再神了，哎、这手啊！哇，自摸碰碰胡三暗克白皮。哇，这个神逆转八台，贵啦！天哪，好强啊，老许！我感觉应该是逆一的哦。其他人，
哇，讲不出哇 ，yes yes， 我蹲了一个晚上，脚差点麻了。哇，齐大人，哇，太屌了吧！傻眼了，这个自摸，这个吧台来回33分，再扣掉小雪要扣11分的话，逆一了，逆一了，老许一个逆转，哇，太屌了，太帅了吧！哎、欸，子队你们分数已经很多了呢，已经很多了呢。伟梦伟之在那边，很爽。我知道我最后把自摸的话有第二 ，OK， 因为他们两个好像都是0分左右，然后摸一把的话就二了。一开始其实也是。有点半放弃，因为牌就是有点散，不是很好。但是对子一直摸，然后也有失误，不小心把西风队打出去，抽错张，对，然后后来又摸回来，然后4条孤张，然后也摸到对子，然后8条也摸到对子，然后也碰到，对，然后就拼了。哇，很帅呢！最后那个八台真的好帅的，而且有直接有兑现你的诺言的，每一场都有。然后包他们。